来到第一届怪咖胡同运动会，欢迎各位。我们今天的比拼一共有四轮，每一轮之前啊，都有我们的特邀嘉宾来给我们助助阵。谁做得到这个？上。好的，大家看到蓝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啊。怎么了？我们怎么了呢？险些看不到你们第二排。接下来把你们打到崩溃。你就胜在这张嘴特别碎。接下来的赛况，膝盖都要碎。啊！我的脸在他的脚上。总力要转起来，总力。这你怎么来了？这是啥？一点都不幽默那个人。总力，土鳖，土味，土帅。这形容我不认可啊！五个字，海盗吞头，海盗吞拳。你就是得少个字，五个字。告诉我，小老鼠怎么了？陷入了一种执着。妈呀！加油加油！不让了，他们追上来了。